第一节，点按风池穴。风池穴是足少阳胆经上的重要穴位，位于耳垂平行向后延伸至颈部大筋两旁的凹陷处，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抵住两边穴位，其余手指可包盖住头部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按摩30次，可以促进头部和颈椎的气血运行，对于头晕目眩、偏头痛、颈椎疼痛等问题都有很好的改善和缓解功效。第二节，提捏肩颈穴。肩颈穴是足少阳胆经的常用穴位之一，位于大椎穴与肩膀最凸点连线的中点上。我们利用常用的拿法，右手拿左肩，左手拿右肩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拿捏肩颈穴30次，有着祛风清热、活络消肿的功效，促进肩部血液疏导，改善经络不通、肩颈疼痛等问题。第三节，点按肩俞穴。肩俞穴是手阳明大肠经常用穴位之一，位于肩部三角肌区，肩膀两侧最凸点的间隙凹陷处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用手掌掌心揉搓本穴，或者以食指指腹点揉本穴30次，左手揉右肩，右手揉左肩，具有舒筋利结、祛风通络、理气化痰的功效。按摩以上穴位能有效促进肩部气血的运行，帮助打通肩部淤堵的经络，从而缓解改善肩颈疼痛和僵硬的问题。